这坏了，我的家人。别破坏道具是吧？可以。你在干啥？茄子，喝完了茄子。一定要看他没接触那种。不好吃，换口。肯定是不好吃。这个是真的买的法棍，也是可以吃的那种法棍。太硬了，特别硬啊！特别硬啊！啊，看看就是这样。行。哎，别，又把道具弄坏了。咬不动。跳个风车吧，道具道具小哥，给道具哥，哎，道具老师，先上个道具给风下了。我真的好好看，他想哎呀，我是不是被贝斯老师今年的表现力学习失败？那是我仅有的我。我来学一下那个跳舞老师，是不是学习到了？我是不是学到了？他们也是。不是你这个眼神，你不能带感情。怎么了？你只是认识他，不要带感情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带感情？太了，不是，很奇怪，这很真诚，安静，安静，不是，别解释，我来呀，我跟你解释，这得正常。不是，我正常眼神，你往上翻，我哪张的眼神不是这样？好，正常，又给你往上。眼神不是这样的，当然不是这个样子。要我当然那样的眼神吗？当然。
板墙。这个衣服。这个可以、哎、可以太圆的他都没有看他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用看他了。我、哎、可以选，可以看闪光吗？下一个场景，办公室场景，你可以自己设定这个。这两天心心念念他的。你看，你就没有错的菜吧？还是挺难做。它这有什么作用？你没发现我手上灵活了很多？你自己试着，你就拿着相机啊，你自己搓一搓，你让这个镜头前的大家看一下，你搓是不是就不是特别的灵活，是吗？这搓脚的手的、嗯、年轻人太心浮气躁了啊，要静下来，我忍，慢慢来。没有钱，就感觉你拿着它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好像一切都慢了下来，懂了吧？这可以，